分管政府哦，预计伫咧7月30到8月14哦，伫咱北港藤厂要来办这农业设计展哦。啊，这农业设计展啊，是咱吼全国吼第一遍举办啦吼。啊，透过咱的农业吼，甲咱的艺术结合，啊，会当吼透过设计哦，互咱哦感受到讲啊，农业的这个生活、农业的生产、农业的景观、甲农业的体验吼。啊，这所有呢，拢会当吼依照咱啊。啊，整个的这个吼，啊，设计店内面啊，拢总会当予大家看了吼，真清楚，啊，嘛会当体会吼，农业虽然看起来真传统，啊嘛真辛苦，但是呢吼，咱哦经过设计以后，啊，又有另外一款的面貌吼，风貌要呈现给大家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伫遮非常热情邀请咱全国各地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大家拢总会当来关联，来咱的北港镇，咱的这个藤厂，这个仓库吼，啊，咱哦经过设计以后，真正会呈现不同的这个风貌啊，能够介绍给大家。我们农业设计展会让我们跳脱出我们的啊农业的这个传统的框架。